刚才我在电梯里跟你打招呼，你怎么不理我？ 其实我有点社恐，人多的时候有点紧张。怪不得，昨天我在地铁站看到莉莉，她也没理我。可能她也社恐吧。既然你们都社恐，今天晚上吃火锅你就别去了。嗯，这个我还是可以去的。你不是社恐吗？我的社恐突然好了。我看你就是想吃火锅。 社恐也就是社交恐惧，是指在人多的时候会觉得紧张、焦虑。你有社交恐惧吗？如果你想学习更多有意思的汉语，就来GoEast的官网看看我们的课程吧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每个周三我们一起学习课本上学不到的汉语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和留言哦。我们下周三见。